同胞，因为武汉这个事情，武汉这个事情，武汉这个瘟疫，都是有计谋、有计划发出来这个瘟疫。因为是政党里面你搞我，我搞我的事情，牺牲的是我们平民老百姓，我的家人，我的父母在家等死，没有人关心我们平民老百姓的性命，有钱也买不到药，有钱也买不到病房。然后，香港同胞，你们独立我支持，台湾独立我也支持，西藏、香港独立都支持，摆脱共产党的邪恶手爪，腐败的政权，邪恶的社会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发声，没有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自由发声，就去警察局喝茶、拘留。判刑，法律是他们判的，不是我们来说的。他们能说判几多年就能判几多年，律师都没有用的。有一个正义的律师都会关起来，他不会为政治而说话，因为他们有邪恶的政权压迫下不能正正的说话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一个人牺牲，两个人牺牲。革命肯定是有血有肉来牺牲，我想站出来，我暴露出来，我就要站出来，我就要牺牲，为我的父母，为我的家人，为我以后的后代可以自由的生活。我发声，我也很危险，我也知道，但是我已经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满院子的人在医院里面。没有病床，没有医药，CCTV 讲的那个新闻全部都是假的，全部。他们的吼声，他们的叫声，我看到了。我要发声，我要为我自己发声，我要为我武汉的人民发声，我要为中国同胞发声。